又干嘛呢？我要给儿子做榴莲饼。刚买回来的大榴莲，直接吃不得了吗？哎呀，那味道不一样。到时候做熟了，请人叫我呀，我也吃一块。但是芝士榴莲饼的时候，把咱家买的那个大榴莲肉给弄两块，啊，弄成肉泥儿，这样给捣碎。对，然后用那个做那个手抓饼的那个饼皮儿，拿出几个画。手抓饼的饼皮儿，对，你倒没抹在馒头上。不懂，待会儿你做完你吃，你就跟买的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是还干净。是吗？行，那我看你怎么做呀。嗯，先把两块榴莲给捣碎了是吧？对，行，就捣成这样就能了。嗯、OK， 这你也太能着了吧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那个芝士。芝士。待会儿给你做榴莲饼，我先拿着。是吃完这有学问吗？放会儿，必须有学问。芝士，啊，你做的榴莲饼不是榴莲披萨是吧？榴莲饼，对。我还纳闷呢。榴莲饼做这些能做两个。哦。他也能发起来吗？跟买的一模一样、啊、榴莲饼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甚至比那还好吃。是吗？啊，饼心现成的，然后捣碎了两块榴莲，再搁点芝士，是吗？好想吃啊。那你操作吧。马上，等这画画啊，画一画，行，画一画。那等一会儿、嗯、这一天就瞎捣鼓。不是，怎么又捣碎两根香蕉啊？我们家大丫头不吃榴莲，我给她做一个香蕉饼。闺女肯定也爱吃这种东西，给她做一下。行，让俩孩子全都吃了，你看看，待会儿我给你做成牛牛，以后我跟你说，我就能开西点店了。闺女也挺可怜的，天天也不吃饭。刚刚说那个什么，我吃这个热量炸弹呀，这是一个，偶尔给一次没事。真不赖啊，开始捣香蕉，今天做香蕉饼，那个叫什么？香蕉饼、榴莲饼、榴莲饼啊、哦嗯，开始制作是吗？对。然后撒这个叫什么芝士？饼皮儿底下搁点芝士。哦。然后，哎呦，搁上这个榴莲肉，咱们自己压的，是吧？咱们就要让它自己做的也放心，是吧？经济实惠还好吃，在外面你买这一个，没有40也得30吧。得是吧，上面再搁多放点，再搁点肉，把它拉丝，是吗？必须拉丝。你放心，是吧？还挺能儿，肉少不少？差不多，够了，够了，把它糊上，包包子似的，然后就像包包子似的，是吗？对，嘿嘿。这个榴莲不是我这个饼皮儿，有点时间长了，嗯，有点那个干煸的了，没事。不过别浪费，能吃就行。不过不影响它的味道，应该是不影响口感，不影响它这个效果就行。咦，您这是榴莲包子？它因为它已经那个什么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啊，一压就行，干煸的，挺好。然后搁到空气炸锅里边。180度烤20到25分钟就可以了，是吗？他网上不是老说这空气炸锅超过100度说致癌这那的吗？这网上一说啥都有癌，那甭活着了。也是，空气炸锅180度20分钟就可以了啊。OK， 180度，20分钟，不会爆炸吧？我赶紧出去吧。那个已经做上了是吧？榴莲的饼，然后你这个做什么？再做一个香蕉的。嘿，做一香蕉饼。我闺女不吃榴莲。我闺女不吃榴莲。小可怜了，整个天天什么也吃不上。必须得咱们给她整一个香蕉的。都得安排上。啊，芝士给多放点啊。嘿，香蕉泥。做一个得了。对，就做一个呀，就两根香蕉。我儿子说要吃，也想吃点，吃点给他弄吃一半呗，得了。哎，大伙儿你们自己在家做过吗？反正这是第一次，我看到他做呀。儿子说是之前做过一次，是吗？嗯，你没吃，我没吃着。嗯，特别有食欲，是吗？特别有食欲。
上次做的怎么样？我就问你，上次做就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是吧？今天又新增了一个香蕉饼，嘿，大伙儿跟家自己做过吗？就是在家做美食啊，是吧？是一种乐趣，对，成就，然后给孩子们呢带来一些欢乐，挺好。就是在做成的时候，是吧？享用的时候特别美。别提了。现在外面又不能随便去，然后在家里自己制作点美食，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啊？又来了一个香蕉包子啊，给它一压，变成馅饼了又。熟了。不会爆炸吧？哎呦，别崩了，别崩了！好家伙，都是毁容！崩哪儿去？不是，我怕都是炸着了，你别闹，亲爱的。炸哪儿啊？就鲁智深的那天照哎。待会儿再闹。这边有点那什么，咱们这边小心为妙。这边少烤两分。行，真好哎。看着怎么样？焦黄的啊。是那个榴莲饼。到时候一会儿尝好不好吃吧？要不好吃也扯臊。可能不好吃，是吗？再烤几分钟。对，好嘞。这下是真真正正的熟了，孩子们。熟了，真真正正的成功了。哎呦，我去，不会爆炸吧？棒棒，别崩了啊！等我给你切一下啊。好嘞。不会爆炸吧？老说爆炸爆炸，一天到晚没正事儿。哎呦，这是榴莲吗？对。马上给你姐姐做。不是媳妇儿、哎，我那意思你吃吗？你们先吃。不是什么意思，你不是减肥呢吗？我尝一口。来，瞅这俩孩子表情。你妈减肥呢说，她要吃榴莲饼，行吗？儿子，给我闺女做香，快吃。可以，让你妈吃吗？去拿就是这吃。哎呀，这俩孩子。把减肥全部抛在脑后了。我这一本绝对不让李亚公主吃，甭废话。吃。大家好，瑞哥。开始。开干。深夜食堂。是。还挺酥脆，看着。自己做的榴莲饼。你拿刀干啥？你吃吧。嗯，你找心儿多的才吃。嗯，挺好吃的，但是这个饼皮有点干。是难道烤时间长了吗？不是，就是它搁的时间。就是搁时间。哎，我那会儿不说我那饼皮有点皮硬了，有点那风干。榴莲太棒了，这榴莲，政策不错。太牛了吧这个。嗯，巨好吃。嗯，你买的怎么样？是我儿子看我这一不吃，跟你说吧，哎，吃不下去。快吃！给你加上一块。不要！你快吃！我就想看你们吃，就说感觉跟比买的那个怎么样？这网上有一句话啊，白天刷不到，晚上必刷到啊！看上来贼饿。太香了，好吃吧？我就说好吃。也没刷油是吗？没有啊。嗯，又酥又脆是吧？给接上，好吃多了。不吗？咱家这榴莲棒主要是吧？嗯。刚才吃一块榴莲的，我也偷吃了一个小那根儿。太甜了。我可24小时鉴定你。太甜了。你也别背地玩这出啊。你得不着我的时候多着呢，味真不赖啊，确实好吃啊。一会儿让闺女尝尝这个香蕉的这饼啊，没有榴莲，她不吃榴莲，嗯、是吧？香蕉还有一个香蕉的，哎，真的汁特别好吃啊。嗯，我儿子最爱吃我做的土，渣都捡起来，还没吃够呢。我给他做的什么，他都挺爱吃，做起来都。哎，老公，我挺佩服我自己的。李大众，我这个感想，我最挺牛的。什么糖葫芦什么。凉皮儿，凉皮儿，对对对，是吧？真的凉皮儿，那时候好多能干人都做不好，做不成，对，糟烂。我结果我做的，我的天，太成功了。嗯，大家可以往前搜一搜啊，李大公主做凉皮儿那个特成功，倍儿棒。跟你说，
我是靠魅力值吃饭的，我是靠实力吃饭的。哪天再弄一回吧。好嘞。挺好吃的吧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啊！明天再做一回，等你在家的时候。赶紧把我闺女叫出来，我想让我闺女尝尝好不好吃。我你还没熟呢，等几分钟啊。嗯。香蕉饼熟了啊，闺女，你香蕉饼熟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发的真好啊！哪个也好。妈哟，大包子似的，别蹦。别烫着啊。是烫。就说嘛。来吧，来。哎。就你这真来劲，邪乎大事，好家伙，他老说绷着。我就是属于那小时候要放炮的时候，得点好几回的。别过于甚了。来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今天晚上我闺女化身吃播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里面还有香蕉和芝士。是吧？别烫了。我儿子小样，吃吧，你可以吃。吃吧。吓得儿子都不敢吃。不是说专门给你姐姐烤的，吃吧。虽然是他爱，但是你也可以尝。对，尝尝好不好吃？你也来一个。妈咪没做过这个。我没有，你来一个。我不是，我刷完牙了。吃小碟。哎，不是我刷完牙，我这嘴说的。我刚才吃一榴莲饼呢，还我还刷完牙了。真是。尝一个。就是刷完牙，你经常吃东西，你。对，现在我还吃俩橘子。忘了。我觉得没有榴莲的好吃。我想着应该也没有榴莲的好吃。哇！能烫死我。没有榴莲的好吃吗？哎，闺女，你说，难道你最爱吃那草莓馅儿，或者芒果馅儿？对，菠萝馅儿。对呀。别闹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还是有所研究。为什么它香蕉的就没有那个榴莲的好吃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说，你们可以学着我这方法做一做，榴莲的更好吃啊！看你们喜欢吃。榴莲排第一，嗯，香蕉排第二啊。嗯。如果你们要愿意做什么？草莓味儿啊，菠萝味儿啊，西瓜味儿啊，西红柿味儿、啊。别听他胡说八道的，西瓜多水灵。对，你们可以尝尝啊，尝试做一做是吧？以后咱们再做的时候自己再动手做好吧。好，我们吃榴莲饼了啊，拜拜。非常成功啊，给打个分啊，95分，不高，不低吧？不低。好了，拜拜了，拜拜。